回顾一下上一次那个例子，这个谐振子放到一个 Y 电场里面， Y 电场附加的那一下围绕就是 负的 Q 是电荷， E 是电场强度 X， 那就是一个带电粒子顺着电场方向，如果移动一个 X， 它的电场对它作用，它的势能降低了，所以有个负号。然后我们说这个问题可以精确解，精确解这个办法就是把这个 X 这一下合并到平方里面，就扔进去变成线，那个打 X 相当于小 X 再来坐标平移那么这么一来 ，H 就是以这个打 S 做变量了，像前面两项就是个谐振子问题，第三项是个常数，常数嘛可以跟 E 合到一块去，所以最后就说在这，这个波函数就是这个问题的题啊，就是 H 的本身解就是谐振子问题里边那个波函数。但是变量呢要用 x， 然后我们考虑第一开个能解，那么它就是原来的能解再减掉一个常数，所以能就是下掉一个常数，后来我们又这里写错了，这里是SIM0，这个是一样。上也是两项，就是 m 等于 k 加一和 m 等于 k 减一这么两项，然后能解呢也是有这么两项本来是个求和的，现在两个，这两个是k 相差一的，就 x 平方在自然单位里边，这两个平方相减就等于二分之一，因为这个根号里面就二分之 k 加一和 k。一平方就是一消就是二分之一，然后这个是物理参量，就是它表示常数是平方的，这个就等于这么多，这个呢就是这两个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从能量的观点，我们已经验证了一下围绕论和金特解互相是符合的，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里边还有其他的物理内容嘛，我们不妨再做深入一点的这个讨论。这个讨论就是跟电磁学结合起来，从一个物理系统的电偶约矩去考虑，一个系统的电磁性质首先就表现在当然是总电荷是多少，然后就是总磁矩，总的电矩磁矩呢我们已经讨论了电矩可以说到现在始终没有仔细讨论过这个原因很简单，以前解出来的许多波函数都是用女生性的，那个平均电矩呢等于零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说电矩的问题。电矩如果用一个偶约矩用一个符号 d 来表示 d 做算符，它的定义就是对于所有的粒子球和QIRI 电荷程序里这就是电偶约矩的定义了那么对于
一个电子，就一个例子啊。那么电子呢，这个电距呢，啊，就等于 q 的一 r， 就 q 等于负一，啊，就一个例子啊。啊，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谐振子啊，谐振子归因它电荷的 q， 对吧？谐振子不一定是个电子了啊，可能是一个离子啊，是振动啊，也可能是啊分子振动。谐振子啊，那么我们说这个 d 呢啊，就等于 q 乘 s 啊。现在也不需要写矢量了，一为谐振子是吧 ？r 方向 x 就是电荷于 q 啊，这就是谐振子的。电荷就于上部。那么，如果没有加上外电场，啊，就是光是一个单一个粒子在做谐振动的时候，它处在一个能量本身态下啊，一个谐振子啊，在这个一个 psi k 零啊。一个态啊，就是一个欧米重量子乘上一个高斯形成的一个函数，它是有宇称性的，对吧？啊，这个态啊，它有宇称就是等于叫开始号。以前我们是把它 m 嘛，现在我们写它 k 啊，只有宇称性。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个电距的平均值啊。也就是等于 q x k k， 这个呢是等于零的，这个电距这个算法就做算法，然后再就一定波长就第二求平均啊，因为 x 是奇遇称，所以这能量本身它不管是欧米伽奇遇称，结果都一样，因为这个 k k 相当于波长就平方起来了，所以最后呢就是一个奇遇称的东西。这个平均呢等于零，就是没有平均性。但是我们现在变到一个 psi k 这个状态啊， psi k 是等于那个 psi k， 怎么说啊？这个话有点。x 啊，打 x， 也就等于 psi k 小 x 减掉 q 一 m omega 方啊，就是以我以了这个距离啊，我以了这个距离可以理解什么？就是那个电荷移动的一个距离，移动到什么地方呢？是那个。电场力跟弹性力的平衡点，啊，实际上这个距离是表示这个，啊，电场力跟弹性力的平衡点，啊，那么波长说如果变成这样，啊，本来这里是个 x， 现在变成大 x 啊，变成这样，那时候再去计算这个电距的平均值 ，b 的平均值，啊。那么就等于什么？就等于这个量，就是 q 乘上 q 一 m 乘上。这里的考虑是这样：打 x 的平均值现在等于，这波长数里面是打 x， 然后波长数平方起来，打 x 的平均值等于，当然打 x 是等于这两个的。合起来的平均值等于，所以小 x 的平均值就等于它，啊，所以这个电距平均值呢变成 q 乘上后面这个呢就是小 x 的平均值，啊，是这么考虑的，大 x 平均值。那么也就是说，加了一个电场以后，我们这个系统就是一个谐振子。再到一个电距，啊，这里是平均电距，
这个电锯是由于外电场引起的，就表现在这个电锯的数值跟电场强度成比例。如果有电场一趋于零，那个电锯还是趋于零啊。所以说这样的电锯应该称为什么？你们这电锯就用的是什么名称？诱导电锯，它叫感应电锯啊。叫什么？感应吗？啊，反正我就现在这两个名词就管用啊。就是由于电场的诱导产生出来的一个电锯。那么有电锯了，它的能量方面就会有表现啊。按照电磁学，这样一个诱导电锯在外电场里面最重要获得多少能量？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啊，让那个电场增加一点点啊，就是说由一变成一加第一啊，这个时候那个啊增加的那份能量应该是等于负的第一平均然后是第一。应该是这样，然后最后这个德尔塔一就等于这个从零到一的积分，就是只把这个积分啊，就是等于负的第一平均第一啊，应该是积分。积分呢，这已经有个一，然后再第一积分完出来二分之一平方，是1.98二分之一，最后呢是负的二分之一啊。Q 方积分完了呢，最后是一这样，然后是 M 方是吧？好，这二分之一就是就积分出来，就叫一点一点的。那是电场先从零开始增加一点，然后又有一点比较小的电锯，然后电场再增加，电锯也跟着增加，然后能量也跟着增加啊。这个感应电锯跟固有电锯有非常大的差别啊。那么我们顺便再把固有电锯就写在这了，然后我们讨论到氢原子就会有这个问题了。如果是固有的这个低平均，那这个主要固有就是与一无关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物理体系，它按照这个波函数算出来，本来就有个固有电锯，不等于零的啊。如果有了这样的电锯，那么还是这样的一个积分，这个积分就是个常数提出来，这个积分就是直接积积积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第二大一呢，就是简单的就等于负的第一平均再乘上电场。如果是固有电锯，在电场里面应该获得什么能量？那意思就是，反正最后就是电锯顺着电场方向啊，就获势能就降低啊，就变成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电锯反到电场，就那个极频率跟电场是相反的，那么这个这家伙方的能量变成正。要看那个固有电锯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啊？如果有固有电锯的话，看它是大于零小于零，然后最后呢就获得这么一个能量。那我们现在在谐振这个问题里面呢，是属于前面一种，那就是这个固有电锯跟电场成比例的，就是电场诱导出来的，我管它叫诱导电锯啊。那么在电场里面的能量就应该是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看见这谐振子在那个电场里面那个能级下降的那个问题呢，可以跟它那个电锯的情况很好的联系起来，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基于经典电磁学的解释啊，就把经典电磁学的概念套上了啊。不过这个电锯呢用的是平均值
这样人家解释个错啊。好，那么这是精确度。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按照维老任，我们维老任不是那边有通案书的一级修正吗？啊，我们看看维老任能不能算出一个根据来，能不能把这个结果算出来？如果把这个结果也能够算出来，那后面当然就一样啊。怎么我们现在来看维老任的计算？维老任 psi 等于 psi 零啊 ，psi k 零加上 psi 一啊，后面就不管了，光这个 q 为止啊。那么我把 psi 的具体内容说一说啊。那个 psi 里边，那个 k 和 n 只能相差一啊，所以 n 呢等于 k 加一和 k 减一啊。那么我把这个啊，我们通通写出来啊。n 等于 k 加一的时候，这个分母是负的 h 欧米伽啊，这个意思。那时候是。负我们自己写负了，负的啊 ，h 等于一个分之一 ，h 撇里面有两个物理参量，就是那个 q 和 e， 那么这平方，啊，要确定原子，h 撇里面有个负的 q，e。h 撇里边有它，然后分母上是负的 h 欧米伽，那么变成真的 h 欧米伽啊。然后就是 x 的矩阵元 ，x k 加一 k 啊，然后就是 psi n 是 k 加一。这是一项，啊，然后再减掉 x k n k 减一 k psi 呢，就是 k 减一，啊，这就完成了。就具体说，那个波浪数的一级修正，现在就是体现成两项，啊，因为斜率这问题里面，主要是那个 x 的矩阵元只有这种形式才不等于零，这两个指标差一的 x 矩阵元不等于零。再具体的我们暂时不写到最后再说啊，啊，所以说波浪数一级修正呢，有这么两项，我们说。这么一来，整个这个波浪数它有没有宇称性？没有。如果这个是偶宇称，那么这两项就是奇宇称。宇称性刚好一级修正的宇称性跟零级性是刚好是相反的，所以现在整个波浪数没有宇称性了，这一点是关键。我只要波浪数有宇称性，平均间距就等于零。这个波浪数的宇称性被破坏了，这样就思维的多样性就出来了，就产生了平均间距。那所以说，我们说现在我们来计算这个平均间距，一的平均值就在这个波浪数之下，它的平均值啊。那么这个是应该等于三。QX 的在 Q 我们是常数了啊，然后 X 呢就取个平均啊，当然严格的说起来，因为这个波浪数还没归一化，所以还要用 Psi 的模框
去除一下它，它 F 就除一下，反正就包就没规划。不过在这个问题里面，最后这个除的这个差别一直差别不大呢，都可以忽略不计啊。总而言之，应该这样去算，平均点就比这样算。那么这样算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种项，一种是中间这个双弧 S， 左边取临界近似啊，这个好像里面是它。然后右边也是它，那么这样的项没空间，对吧？等于零。还有一个是左边取了它啊，把它开，右边取了这个或者是这个，是吧？那就是右边取的是 k 加一或者是 k 减一，那么一边是 k， 一边是 k 加一和 k 减一，这个 x 的平均呢不等于零，这个有空间。还有，那就是左边是这两项，右边是还是要开的，这个也有贡献，贡献一样多。还有，左右两边都是取了这里的项，那么这就没贡献了。那就是左边取一项，右边取或者取这一项，这两个相差是二 ，x 的均值呢还等于零啊。所以说有贡献的均值只能来自于这个加这个。或者这个，或者再倒过来啊，所以这个最后呢，啊，算出来呢就是有多少啊？这个是这边要写的 Q 一 H 欧米伽啊 ，Q 一 H 欧米伽，然后。我们这样吧，左边取这个，右边取这个啊，那么就是有 x 的 k 加一 k， 然后矩阵元是 x， 那边是 k， 这边是 k 加一啊，所以说又是一个 k 和 k 加一 x， 那边是 k， 后边是 k 加一，这就变成绝对的平方了。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这就是它和它，啊，这样有个负号啊，是要减掉啊 ，x，k 减一 ，k， 这是原来矩阵，然后矩阵元呢又是 x 的 k 和 k 减一。这两个要相减，那么还有整个倒过来就是啊，后面取它，前面取这两个，这个矩阵元有点，这个矩阵元全部是实数，所以说还是这么多，那么整个再乘个二啊，这里再乘个二，这个就是。平均间距，当然了，原则上还要去除这个除不是，要除一下。但这个算出来呢，是一加啊，它是等于一加啊多少个一平方，就是跟电场平方成比例的一项。这个呢，就比较小，就活络了，整个这个还按一计算，因为这个这里已经出来了一个电场的一次方啊，这已经是一个一级小量啊，所以这个分母呢就按一来处理了。所以这么一来，我们最后算出来，这个是两个平方相减，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平方相减是等于二分之一 h 除上 m 欧米伽啊，这两个。平方先减等于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平均间距呢等于二根二消掉啊 ，h 消掉，那反正就是 q 底下还是 m 欧米伽方。
然后电一下。嗯，前面的。那所以现在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平均间距是一种属于感应间距的性质，它跟电场呢是成比例的啊。然后能量德尔塔就等于负的啊，就等于负的 Q 方一方，你再添个二啊。发现那个啊，公式不是等于负的二分之一那个平均间距乘上电场加速啊，那所以最后又出来一个二。那么通过这一段讨论呢，我们清醒的意识到，就是说这个围绕呢。这个处理结果实在是太好了啊！平均间距也能算出来，跟那个精确点的也是一样啊。能量的修正嘛，刚好围绕着二级近似，这个就是一二啊，跟精确点的呢，也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特殊优先出来的例子，就谐振值刚好啊，跟精确点呢。一样啊，另外我们从平均间距这个计算，我们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啊，那就是说，要使这个物理系统产生平均间距呢，那破坏数是宇称性必须要造成破坏，就只有没有宇称性的破坏数才能有平均间距，如果破坏数有宇称性，平均间距是一定等于零。啊，这个呢，是我们理解后面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啊，那么底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围绕人的。比较深一点层次的这个讨论，就是要讨论点平台。点平台为了，要大多数具体问题呢，都是点平台，啊，非点平台。这是我们例子是很少的，虽然在考试的时候为了图简单，往往考围绕人就考个简平态的围绕人嘛，因为他考研还是行，但是真正的围绕人基本上是简平态的、那么这个简平态围绕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考虑的那一个能解一开将来前几再写，前几还是 H 要等于 H0 加上 H 撇下，围绕还有一个零就这个啊，然后 H0 的一个能解是一开零，能解是一开零，破坏数呢是开谬零。这个谬呢，可以等于一，可以等于二，一直到其中一个任意的，我们管它叫谬撇，或者反正不存在，最后是 f 开 ，f 开就是简平度，能解的简平度，能解一开人的简平度，就是由 f 开个简平态。这样就是
必须有两个指标来描述它啊，描述这个破案，就是说人际是一个，我们讨论是一个人际，但它有 F 开头可能的破案数啊，这就叫鉴定态。然后呢，我们要鉴定关于这一个人际的围绕的。那就说没有加围绕的时候，这个人际已经有啊好多种可能的状态了，然后再把 H 比这个围绕加上去以后呢，看看这个人际发生什么问题啊，发生什么变化。那么这里可以想象人际可能就会分裂啊，原则上最多可以分裂出 FK 的人际。就是说简定态围绕的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加了围绕以后导致人际分裂，不仅仅是人际稍微变化一下啊，更重要的现象是原来是一个人际啊，后来就分裂成若干个人际，主要是这么个概念。那么我们在非简定态围绕的人那儿讨论过的啊，有些公式呢还是可以用啊，但是有些概念呢恐怕要改变了。要改变什么样的概念呢？啊，我们首先问，在 F 开个简定态，是不是可以随便挑一个，就作为临界近似破案？关键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就这里有，啊，有 F 开的状态，都属于同一个啊人际，那当然是临界近似啊。我们就问，是不是可以随便找一个，比如就把第一个就取出来，我就规定这就是临界近似破案，然后后边的一级修正、二级修正呢，用其他人际来组成，能不能这么提问题？我们说这个恐怕有问题。这个不行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我们人际是一个啊，这个就是一开零状态呢，可是很多个，那就是要多画几条线啊。比如现在简定就是四啊，有四个状态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牛啊，牛等于一二三啊四。有四个状态，四个状态加上围绕以后，围绕首先在这些简并态之间能够互相造成耦合，那如果可以耦合的话，那就加上围绕 A 聚撇以后呢，它的简并态之间要造成耦合，如果去套那个非简并态那个公式，那就坏了。那个一破案数一级修正里边那个分母上两个人际相减，那是啊减出一个零来了。那是可见就是在破案数一级修正里边，那是简并态的成分是特别大，对吧？所以说现在造成的后果就是，你随便挑一个，它不见得是可以做临界近似破案数。因为加上围绕以后，其他的简并态就耦合过来，所以最终出现的临界近似破案数呢，原则上应该是所有这些简并态的线性叠加，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跟这个这样。我把能量先说来讲啊，就是要考虑一开零这个人际，那就是一呢啊，现在就等于一开零加上一啊，再加一二，能量还是能量就是临界近似，一级修正、二级修正啊，那么这个破案数呢，破三啊，等于什么？破三。可以有一个核三零，然后再加核三一啊，这么加，
光速是零级近视，一级修正，二级修正啊，也这样讲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零级近视啊，就是这个零级近视不能随便跳一个，不能随便跳一个，要有但是简历在先去提交来组织，那对于这个牛来求和就是一到 FK 啊，然后是 A 牛和 S K 牛零啊，由这些简并态的某种先天叠加来组成零级近视光速，就是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你不能说我指定一个，往往有时候是可以哦，有时候是错的，那是不行的。我们在后边讨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刚好简并态里面的某一个就是零级近视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般呢，我们要这么来考虑它。这是普三零，那么至于说这个普三一呢，那就有其他的能级继续组成，那就对于其他的啊。N 牛啊，这个球和 A 啊 ，N 牛啊，然后是分开 N 牛零啊啊，就是 N 不 ，EN 不 ，EN 零不等于 EK 零，主要 N 不等于 K， 就是指这个能解啊，是啊，对其他的那些能解的括号。组成这个一级修正、二级修正，做成考虑啊。这么一来呢，由于光速之间有增焦规律的这个规定啊，这简并态互相也是增焦的，跟其他零件呢也是增焦的啊。所以这么一来呢，不仅仅是这个普三零跟普三一增焦，普三零里面的任何一项也跟它增焦啊，也就是说普三。K 牛零和整个普三一是正交的，正交性现在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就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叫正交。这两个带到 A 系的本质方程里面去啊，然后逐级展开啊，这些都一样。零级项写出来没有什么价值，那么我们就写出一级项呢，一级项就是 A 区零乘上三一。啊，加上 A 区撇乘上三零，啊，这个等于 E K 零乘上三一，加上 E 一乘上三零，这些跟那个非简并态为了。形式上是一样的啊，但现在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主要就在这个普三零身上。普三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项，它是一个先行叠加啊，就在这。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在非简并态为人里的怎么求意义？求意义非常简单，就让普三零的左势整个这么乘一下，然后这两个。啊，就求出来了，对吧？所以简并态为了就是说，那普三零的左势这么一乘，整个 A 区撇一个平均值就是一，那时候的普三零是明确的，就一项。现在这个普三零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因为这些系数还没求出来啊，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啊。虽然这么做没有错，就是说一还是等于
cosine 0，然后是 h 一撇，cosine 0，只要就把这里去规划的，这个工程没错，但是不解决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把这里是什么，所以呢要另想办法。好，这另想办法是什么办法呢？就是利用这个增加性，把把这里里面的某一项左式给它继承啊，就是这个先把蔡始良这个记号先加了啊，怎么加的？然后呢啊，用这个普沙林里面的某一项继承，就是用这个K(μ0)去乘啊，就是拿它去乘这个方程。乘的时候，乘在 h 零点没贡献，h 零向上转过来变成一个本正值，然后它们它是还是正交的，所以这个没有，跟这一项也一样没有，这两项没贡献啊，这一项没贡献就是什么啊？把那个左式乘上的 ，e 是一个常数，那么就。乘起来就把那个 a 六就写出来了啊，所以说我把这一项先写出来，这一项就是一，然后把三零里面那个 a 六啊就留下来了，就是你乘的是哪一个谬呢？留下来的就是哪一个谬，这个等于那一头就要。整个这个全要算进去了，那个就是 K 谬零 H 撇加三二零，啊，就是要把这个整个算进去，那么算进去。它三二零这就是这么多啊，那么这个呢就要等于一个球和我对不起啊，我这样吧，我这里加一撇吧，那这个球和不要去加了，这里加一撇，那么这里是 a 牛撇是吧，啊这加这里有一撇啊，那这里是有一撇啊，然后左边是谬撇，右边是谬啊，然后这边就是西格玛 A 谬对谬求和，然后 H 撇的矩阵元呢，那就是谬撇谬，H 撇的矩阵元就是指这个。就可塞 K 牛撇零，中间是双弧 H 撇，右边是可塞 K 牛零，啊，这矩阵元就是这个，符号就简单点，那个 K 就省了不写了啊，我光把关键的东西。就是两个点并在，两个点并在之间 ，H 撇的矩阵元。那么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谬撇是任意的，谬撇从一开始一二三啊。一直到最后一个 F 开，啊，谬撇等于一直延到 F 开，啊，每换一个谬撇就得到一个方程，啊，换一个谬撇就得到一个方程。那么我们有时候啊，
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如果还看不清楚，我们最好把它具体的写一写，啊，往往会收个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方向写一写，写上一两个看，啊，就拿牛皮等于一，啊，牛皮等于一，那么我们那边就是一，一是吧？牛皮等于一嘛，就第一个系数嘛，就等于这边这个牛的求和，牛皮是一。牛求和还是一开始啊，所以首先有一个 h 撇一一啊，就这两个都是一，那么是 a 一加上 h 撇，这个是估计是一啊，现在是二一二一二 a 二。啊，这个就清楚了啊。最后一个是加上 h 撇一 fk 啊，最后一个是这个，啊，就是个牛等于 fk， 这是一个。然后再写一个一 a 二，也就是牛皮等于二啊，牛皮等于二，再怎么写，然后这里是 a 一撇二 a 一啊，牛等于一，牛皮等于二，就是二一 a 一加上 a 一撇二 a 二啊加。最后一个是 a 去撇个二 ，a 不开 ，a 不开，这样，啊，底下嘛也这样。最后呢，我们得到这个线性方程组，啊，得到一个线性方程组。这个线性方程组，如果说你还看不清楚它到底代表什么的话，我们用矩阵的形式给它写出来。这边就是一一，啊 ，a 一，啊，普遍的一个就是 a 牛撇，啊，就这么一串，等于。这边就是有一个 h 撇的牛撇牛的矩阵 ，h 撇整个一个矩阵，然后再乘上 a 一 a 牛，就这样。你看，我写这个矩阵方程，然后随便取一行。取第一行，那就是一一 a 一，就是它。然后这个矩阵的第一行跟它一乘，第一行全是等一的，就是 a 一撇一一一二一三啊，就第一行 a 一撇的矩阵元，一个一个跟这个 a 一乘啊 ，a 一撇一 a 一二 a 二啊，这就。然后考虑一个普遍的，刚才不是这个吗？就第牛撇行啊，这里叫第牛撇行，就是一一 a 牛撇，就是这个。那么就要就矩阵里面也是第牛撇行跟这个去乘，那就是 a 一撇牛撇牛乘上 a 牛，就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就原来我们等推出来这个方程就是这个等于它啊。然后牛皮经历所有的啊
这个选择，这样就得到一个线性方程组。是谁的线性方程组呢？是这些 A 的线性方程组。A 是未知的，这些矩阵元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你这简单一点方程都有了 ，A 去给它算过了，这个矩阵元是可以算出来的。所以只有这个 A 和 E 呢是未知的。那么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线性方程组呢，完全等价于这么一个矩阵形式的一个方程。这个方程是什么？这个方程一看就是相当于 a 去撇的一个本正方程，只是说这里的这个矩阵不是 a 去撇的最完善意义下的矩阵表示，而是 a 去撇这个算符在那些个简并态范围之内构造出来的矩阵。那就是说你考虑某一个人群，这个人群是简并的啊，有 F 开个简并态，我就把这个 F 开个简并态作为一个态使然空间，我们管它叫简并态的子空间啊，由这 F 开个简并态所组成的一个小范围的态使然空间。在这个态使然空间里边，如果我们去找出 A 去撇的矩阵表示，它的矩阵元就这么定义啊，没两个简并态之间构造出一个矩阵元。那么我们发现这个线性方程组呢非常简单，就是 A 去撇这个算符在简并态子空间里面那个矩阵表示，就是 A 不开乘 A 不开的矩阵啊。然后就等于要在现在就在解这个矩阵的本正方程，破妄数就是这个，这串 A 就是破妄数，啊，未知的能量也是未知的，啊，现在问题就变成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呢，我们为什么我要不厌其烦这么去把它写出来呢？啊，就为了最后写成这个形式。这样就形成一个容易记住的一个物理概念，那就是说简并态的围绕论，临界因式的波函数啊，把它写成一个列矢量的话啊，那就相当于在 A 去零表象，但是只考虑那个简并态的那个 A 不开个态矢量的空间啊，临界因式破妄数呢应该是围绕 A 去撇的本正方程，那这就很明确了， A 去撇的矩阵表示作用于这个破妄数，就等于能量的运行就是这破妄数，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在那个简并态子空间里边去考虑算符的矩阵表示和破妄数的矩阵表示，那么临界因式破妄数呢刚好是 A 去撇的本正函数，本正值就是能量的一级修正。就是我们不是要求这个能量的一级修正，要求意义吗？那意义就是 A 去撇的本正值。啊，这样呢，这个就容易记住了。要不然，光去记这种，有时候总容易啊搅黄了，这个不容易记。我现在记这个矩阵形的这个方程。谁都能记住，而这种矩阵性的方程跟这个线性方程组是等价的，完全是一回事。那当然，如果高等数学里边光停留在线性方程组，不引入矩阵跟行列式的概念，也能过日子吧，对不对？就是不要那一套数学，反正就烦一点，再怎么解就怎么解。有这个方程组就去解嘛，但是好在高等数学人已经发明了这一块啊，矩阵和行列式这一块数学，就是说一个线性方程组等价于一个矩阵形式的这么一个方程啊，然后呢这个方程什么时候有解呢那就是这个行列式等于零
就行列式要把这个一啊吸收进去，一剪过去，剪在边角线上啊，然后呢啊，这个行列式呢，也就是说有几个条件，就是啊，行列式 a 区别牛撇牛减掉一啊，这样呢，当然也行了。我就喜欢就这么写就算啊，一是个常数啊。行列，但是这里如果加上一个德尔塔，牛撇牛呢，好像更显得常规一点。就是说，一看见这个，就是一个对角化的一个矩阵，对角线上全是一，其他的地方全是零，啊，那么就是跟这个常数一呢是等价的。这两个矩阵相减，啊，矩阵先相减，减完了再取它的行列式。那就相当于 a 区别一一减掉一，然后呢 a 区别一二，这里是 a 区别二一，这里是 a 区别二二减掉一，啊，就这个意思。先把 a 区别的矩阵元先这么写好，然后在这边边上都去减一，然后就取这个矩阵的行列式，那么从这个行列式等于零呢，首先解除一，这个行列式等于零是一一的一个 f 开始方程，因为一一全部出现在对角线上，对角线上这么一层呢，就有一个一一的 f 开始方，其实它是一个 f 开始方程，最多可以解除 f 开始不同的一一，就一一到底有几个解。就看这个行列就等于零了，啊，但是因为是 f 开始方程，最多 f 开始不能再多了。那么如果从这个解出来，真的是 f 开个不同的意义，那时候我们说啊，准确到一级近似，这个能接呢，已经没有简变化，就原来是一个一开零。是简并化的，由 f 开始状态。现在呢，那加上一一以后呢，已经变成 f 开始不同的能级了，就一一互相不同。然后把每一个一一的数值再带回到这个方程里面来，一一取了某个具体数值带回去，再去求这个 a 之间的关系。啊，这些 a 缪之间相互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那么也就是求出括号数，就是对一个一呢，再求出一个括号数啊，这样呢，这个问题呢就算是解决了。但是也可能，从这个行列式等于零，求出来的不相同的一的数目没有那么多，没有 f 开的啊，也有可能，就是所谓有重根了啊，一如果有相重的。那么就是那个能级的分率呢，没有达到 f 开的，那时候我们说原来的那个能级的简并化呢，得到了部分的解除，啊，就是如果分率是 f 开的，那就是说能级的简并化全部解除了，啊，但是也可能是解除了一部分，比如原来是四个简并的，后来能级变成三个。那就还缺一个啊，那就还有一个能级是简并的啊，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整个解出来 一一全部等于零，啊，一一全等于零，这完全不可能。那么那时候这个能级的简并就一点都没有解除，那就是说你加上去那个围绕的性质跟那个 a 去零，基本上。是对一的那种双啊，假定围绕双个 a 区零是对一的，它就不能改变 a 区零的本质，所以这么一来，那个能级简变化呢就没有效果。那么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停留在一级近似就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时候我们就非要去计算二级近似，就是能量要算到二级近似啊。我们那个理论呢？就是复杂一点了，我不知道国内的小伙说有没有哪一本书讲了这个，
南京大学的校长，南京大学，他们是在1960左右做了交给的实验，把原子物理跟量子力合起来，然后后边呢，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出书嘛，当然又就分开了。那么第一本嘛，蔡建华还活着，是蔡建华为主写的。等到出第二本的下次时呢，蔡建华去世了，那么由他那个合作者柯相哲这个去完成了。我想那上面写了简并蔡维恩的二级精神症怎么说的一套一个。不过一般的教科书就不讲这个这么深了，就是说简并蔡维恩就到一级修正为止，就是到这个程度为止。那么这个就是简并蔡维恩的大概的面貌。这个也就是曾景元这个书上，他基本上就是到这里为止。虽然他后边还有很多讨论呢，我总觉得他那里有几句关键的话没说出来，所以我才写了这几页讲。你别看这个讲义写了这么一大后他的，就跟他书上那两页差不多的，关键的话就这么几句啊。这个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说。简明台湾的人还有几句很关键的话必须要说说，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啊，要把光线写成这样本身就是第一个关键，然后我们待会还有一个关键。